我通宵，晚上。我们下面来开始今天晚上的拜忏活动。无尽感恩师，慈悲怜悯我等众生，愿我们借助大众忏悔之力，拔除三灾八难等一切诸苦，成就真实永恒的安乐。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卷第九善业道品第六之二，佛言：善男子，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十轮，能速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者何？于过去世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皆悉远离十恶业道，皆悉称扬赞叹如是十善业道所得果报。唯欲常扬一切众生利益安乐菩提道故，唯欲除灭一切众生业烦恼，业烦恼苦命无余故，唯欲枯竭三恶趣故，唯欲少龙三宝种故，唯欲断除三界有故，唯欲永断蕴界处故，唯令一切速入无畏涅槃成故。广说如前，远离十种不善业道所得果报。是故善男子，若不真实希求如是十善业道，乃至命中而自称言我是真实行大乘者，我求无上正等菩提，当知如是不特伽罗是即虚诈，是大妄语，对十方界佛世尊前狂惑世间，无惭无愧，说空断见，又狂愚痴，身坏命终，堕诸恶趣。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卷第八善业道品第六之一，佛言：善男子，云何名菩萨摩诃萨十轮？善男子，此十轮者非于法也，当知即是十善业道。成就如是十种能故，得名菩萨摩诃萨也，于一切恶皆能解脱，一切善法皆能成就，数能圆满大涅槃海，以大善巧方便智光，成熟一切众生之类，皆令获得利益安乐。所以者何？善男子，过去一切诸佛世尊皆悉远离十恶业道，皆悉称扬赞叹如是十善业道所得果报。是故若能于此所说十善业道随手护依，乃至命中究竟无犯，必获一切殊胜果报。世界众生各随其业所现不同，如是一切无不由心，因无明起愚痴邪见而生贪爱嗔恨，有贪爱嗔恨而造生与极意之业，由业受报，或富或贫，或贵或贱，或是或非，或好或坏，苦不堪言。是故修学了达因果，忏悔罪业，除灭恶报，习念善业，招感福报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从于无始以至今生，有无明起愚痴邪见，因生贪爱，打杀伤害无量众生；有无明起愚痴邪见，因生嗔恨，打杀伤害无量众生。以此为因、为种、为根，招感十种痛苦烦恼。一者招感令众部位受心惊苦，二者招感众生死苦，
三者招感嗔恨习气，四者招感身长病苦，五者招感寿命短促，六者招感愁魂寻害，七者招感夜长噩梦，八者招感众怨结集，九者招感踏入恶道，十者招感地狱恶鬼畜生苦报，后生为人招感外报，大地邪奴庄稼草药无生命命。自为至此，毛骨悚然，将来恶报实难受起，仰仗师佛三宝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威神力量，令我等罪业消除，众业清受，故于今日皈依师佛三宝，发起坚固广大圆满觉悟之心，求哀忏悔。恩师言，业障报障都是自己造恶业形成的呢，一旦成熟就必须承受，除非礼佛忏悔清净者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从于无始以至今生，有无明起愚痴邪见，因生贪爱反致伤害障碍无量众生得好，有无明起愚痴邪见，因生嗔恨毁佛毁坏佛像，灭法篡改佛经，管制遏制僧侣及学佛大众，轻佛慢法轻师慢法等一切的业障报障，诸种苦报实难受起，仰仗师佛三宝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威神力量，令我等罪业消除，众业清受，故于今日皈依师佛三宝，发起坚固广大圆满觉悟之心，求哀忏悔。南无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。南无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。南无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。南无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。南无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。南无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。南无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僧伽。南无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僧伽。南无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僧伽。南无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皈依药师琉璃光佛。南无皈依药师琉璃光佛。
南无皈依药师琉璃光佛。南无皈依阿弥陀佛。南无皈依阿弥陀佛。南无皈依阿弥陀佛。南无皈依宝性佛。南无皈依宝性佛。南无皈依宝性佛。南无皈依波头摩胜佛。南无皈依波头摩胜佛。南无皈依波头摩胜佛。南无皈依狮子吼佛。南无皈依狮子吼佛。南无皈依狮子吼佛。南无皈依毗婆师父。南无皈依毗婆师父。南无皈依毗婆师父。南无皈依宝胜佛。南无皈依宝胜佛。南无皈依宝胜佛。南无皈依宝相佛。南无皈依宝相佛。南无皈依宝相佛。南无皈依袈裟床佛。南无皈依袈裟床佛。南无皈依袈裟床佛。南无皈依大通山王佛。南无皈依大通山王佛。南无皈依大通山王佛。南无皈依未来弥勒尊佛。南无皈依未来弥勒尊佛。南无皈依未来弥勒尊佛。
南无皈依一切功德山须弥圣云佛。南无皈依一切功德山须弥圣云佛。南无皈依一切功德山须弥圣云佛。南无皈依文殊师利菩萨。南无皈依文殊师利菩萨。南无皈依文殊师利菩萨。南无皈依普贤菩萨。南无皈依普贤菩萨。南无皈依普贤菩萨。南无皈依观世音菩萨。南无皈依观世音菩萨。南无皈依观世音菩萨。南无皈依地藏菩萨。南无皈依地藏菩萨。南无皈依地藏菩萨。南无皈依除盖障菩萨。南无皈依除盖障菩萨。南无皈依除盖障菩萨。南无皈依居恩根本恩师佛。南无皈依居恩根本恩师佛。南无皈依居恩根本恩师佛。佛说十善业道经云，若离杀生，即得成就十离老法。一者，于诸众生普施无畏；二者，常与众生起大慈心；三者，永断一切嗔恚习气；四者，身长无病；五者，寿命长远；六者，恒为非人之所守护；七者，常无噩梦，庆觉快乐；八者，灭除怨结，众怨自解；九者，无恶道怖；十者，命中升天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得佛随心自在受命。是故发愿，尽未来际不行打杀伤害一切众生，方便救护一切众生，祈求师佛三宝摄受加倍，早日圆满。
愿一切众生遍一切时空处，念念之间具足因缘与能力，成就如上佛所说的种种功德与能力，特别是能智慧的忏悔，行精进的忏悔，勇猛无畏的忏悔。自皈依佛，当愿众生少龙佛种法无上心；自皈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；自皈依僧，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何难慎重。祈求法界一切众生，十恶业因，十恶业缘，十恶业果，速得消除。十善业因，十善业缘，十善业果，速得圆满。众生无边，誓愿度；烦恼无尽，誓愿断；法门无量，誓愿学；佛道无上，誓愿成。今天晚上的拜忏活动到此结束，无尽的感恩诸位大德师父同修对我慈悲的包容与提携。好，恭送大家，我就放麦了。好，无尽感恩尊贵的方老师带领拜忏的修行功德，也是一起在那。